天后宫，基本上正常常态性的，我们基本上都是走下去，西站都接过来之后，他哥水手车程两分钟载你们过去，这样子载你们过去。等一下，不要剪，等一下再剪，车再动，小心点。啊，等一下到天后宫有两个一定要看，我说三个，大姐不听话。来，我说这个地方三个一，第一个是最高的居城下，也是雕刻出来的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我们妈祖庙，妈祖天后宫是我们唯一妈祖灵秀所在之处的妈祖庙。你去等一下进去的时候，妈祖庙大妈祖庙正殿第三那个石棺，正殿第三那个石棺是妈祖娘娘的葬身之处。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来到这个地方一定要过来朝圣一下。人家说江江，你怎么确定？在2000年的时候，小三都开放了，妈祖都在提前过来询问、过来找。我们做了一个上传的交流，妈祖娘娘有没有回去过？没有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我们一开始是来到这个地方，让他造了一个石棺在这个地方。说真的，一开始是知道是谁吗？不知道。不是单段太多记得，可以当时突然有一个孩子笑死，感动三天的孩子女生，就是询问他是不是妈祖娘娘。是的，他起了一个小庙，慢慢的随着香火提升越来越大。我们说到2000年，很多在提升下来，许多方法和交流没有回去过。这个是我们妈祖娘娘唯一圣地所在之处的妈祖像。第三个意是什么？我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妈祖像，妈祖小神尊，妈祖小神尊，六寸妈祖。来，等一下到了正殿大妈祖，正殿大妈祖右边第二尊。这边第二尊是登上世界最高峰的妈祖神尊。我们当地有一个登山好手叫做李小石先生，在2009年的时候，抱着这个妈祖娘娘坐上了圣峰，让天上圣母在圣母上面。这个两个一到了妈祖庙一定要看。好，来各位，我们这边到了。来，现在的贵宾，先到这个地方，坐火车旁边，我们直升上车哦。要拜拜烧香的，可以进去里面看一下；要拜拜烧香的，也进去里面看一下。那到了这个地方呢，要去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尖尖的贵宾，我们五十分上车，麻烦各位注意一下时间。那楼梯右手边是厕所洗手间，要上厕所洗手间，在楼梯旁边。Thank you.
放了，有点薄的一点，可以这样投的。对啊。